大家好啊，刚才那视频是发生在山东啊，泰安啊，五岳华府一个售楼处。那这就是9月30号下午啊，那么这个就已经买了房的这个业主啊，然后他们又看到那个新卖的房子等于是跳水，一夜之间降了一半。比如说我今天买了房子啊，100万这套房子啊，那么明天这房子也相同的房子啊，这期房啊是50万，一夜之间降一半啊，买了已经买完付完款的这业主跳脚骂娘不干了哈。据说是10月1号凌晨啊，这两点、就把这个市长都给招来了啊，这房价上涨是没人抗议，房价一暴跌呢，这韭菜就出来拼命了。我跟你讲，这人都是这样，自私自利这本性。你已经付完钱买房了，那你现在你还出来跳脚干嘛呢？你愿赌服输啊，对不对？你已经买了，对吧？然后又这个降价，然后你现在不干了，对吧？那你如果不干的话，那你当初你签那合同干嘛呢？你签了合同就代表授权承认啊，你就认赌服输啊。这种情况在其实中国并不少见啊。那么在别的商品它也有降价。我今天买了一冰箱啊，后天大润发或者是什么地方啊，苏宁电器打八折，对吧？我今天都已经买了啊，人家又打八折，这他不会弄。那么为什么房子降价才会这些业主就是他会闹呢？我跟你讲，房子之间它也是有区别的。一般期房降价，这肯定是期房降价才会有人闹。二手房还有开发商已经撤场的这个项目，它基本上不会啊。原因很简单，房子降价主要是因为这个已经付完款已经购完房的这些人他都会有怨气。期房售楼部还在啊，你像刚才这个就是在这是泰安这个五岳华府这个售楼处他在那闹。啊，那售楼处在那购房者的怨气呢，就是他找不到地方发泄呢，他只能找这个就是这售楼处的人发泄。如果要是二手房找不到别人发泄，往往这个矛盾呢就会在家庭内部里爆发出来。当时不看好就是买房的人啊，就会出来指责他，就好像这房子涨价的时候，当初就是主张买房的人会在家里炫耀自己投资的这眼光一样。我跟你讲，人都是这样，自私自利。你知道吗？哦，你现在这房子已经降了价了，对不对？然后你现在出来，你这帮韭菜觉得挨饿了，对不对？那如果这房子以后要升了价，你是不是得给这开发商红包啊？对不对？买，我讲这个就是别的商品降价，为什么没有到这商家去闹呢？我讲这就涉及一个心态的问题，知道吗？一般人就你如果买车子、数码产品这些商品的时候，他购买的心态就是在消费。啊，他在购买产品的时候，你就是做好了出门啊，就他就是有可能升值，哎，有可能贬值，升值基本上都不会，贬值这个是肯定，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即使是股票、黄金之类的，就这种投资品，就是老百姓他买完之后，他有的时候也做好一定心理准备了啊。股票有升就有涨，一般在中国啊，这股民大这股民还有韭菜们，他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是比较大的。股票，你比如说基金之类投资品，对吧？一旦被坑了，对吧？理财的被坑，现在股民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大，知道吗？他内心他是有承担下跌的这个准备。那房子现在涨了这么多年，老百姓他不干什么别的，他就是房。就是房，永远就是一提睁眼就是买房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已经涨这么多年，老百姓觉得这个是硬通货。其实房子的的确确，它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保值的一个投资产品啊。所有的东西，你只要在一个发展正常的国家里面，房子是永远升值的，其他都是贬值的。大家记住这个啊。那么现在中国房子涨这么多年，老百姓他有信心。导致就现在很大，就是一部分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就是房价永远不会下跌，它只有往上涨，啊，只不过就是涨多涨少的问题啊。也有很多人，我相信啊，听我这视频的很多人就是朋友，他就认为就是早早买房子，那些钱基本上都已经赚了，尤其是炒房的，就是那一些人，对吧？现在已经赚的反正是。
这些呢，就是一他你身边的很多朋友因为买房发了财，因为卖房发了财，因为投资就是炒房发了这财，有的是啊。所以在这个就是这些例子呢，无形当中就是刺激了很多那些就是没有买房的人早早下手啊。所以人在买房的时候，他就存在就是都是什么存了五年房价翻倍，就是想这个想法去的啊。五年之内房子肯定翻倍啊，他们就是基本上信心就是啊来源于这儿啊。因为很多就是过往的例子都可以举出来，你看我周围谁人买了两套房，卖其中卖了一套，等于这一套房把这两套房赚出来，等于他自己还白落一套。这很多人那他就是他都这么想啊。那么很对于普通人来讲，就买房它不是什么消费行为，对吧？因为没有真正到那个刚需的时候，以现在的房价购买房子，每一套都是货真价实投资行为。大家记住这个，现在很多人买房啊，就是包括就是从这个房住不炒这个政策出来以后，还有人认为这个就是买房，不是说什么你他不是真正需要，他也不是结婚，也不是说啊也因为急需这房啊，这个他是认为投资行为，干嘛？他还是炒。对很多购房者就是来讲啊，这个是绝绝对对，你钱放在银行里放里边放着，对吧？要不然你投资理财挨骗，对吧？投资基金啊，你基金可能弄不好黄了赔钱，对吧？只有买房，他笃定他相信这个自己这个啊，只要买了房，自己这个财富肯定是增值，这是绝对一个稳赔不赚的一个投资行为。所以这种巨额的投资呢，就他们就是觉得他不敢在股市上投，在基金上去尝试啊，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他承受这个下跌，他也没有能力承受那个下跌那个风险啊。比如说理财啊，理财你理着理着，妈操，你他妈本金没了啊！很多就是，所以他很多现在购房者，他连首付啊，他都是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啊，各个亲戚凑起来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如果真是要投资买房的话，你这个也当中也存在很大的风险。明白这意思吗？尤其是你只付了首付，然后你后边剩下的尾款你是进行贷款的啊，等于你相当于你是在玩这杠杆，这本质上跟你就是借钱去赌博，就来一把，就是资产翻倍还是倾家荡产，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就没什么区别。为什么？投资存在风险啊，你首付你付了50万，对不对？然后你剩下假如你贷款，你然后贷50万，假设这房价100万的话，转天这房价降到50万的话，你剩下的那首付归首付，对吧？别的人用你的首付就可以买这一套房，你剩下的你等于是两套付了两套房的钱，对吧？你落了一套房，你剩下该贷款还是贷款，而且你这还是期房，你这房子啊可能是未来一年拿到啊，甚至你看现在中国房地产这个行情，比如说你这么买恒大的房，你付了首付然后再加上贷款弄跑，你还拿不着房。为什么？现在恒大弄不好交不出来房啊。说到底啊，我就跟你讲，这个房子降价去闹这个售楼部啊，就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一般就是这个民众他这投资他信的这个就是说他这个自私啊，可以说就是自私啊，只能赚不能赔啊，想什么好事都你的啊，哦，什么啊，你降啊降了价你去闹啊，这个你如果这个如果这房产以后升值了，你给这开发商给这个这销售给他们佣金嘛。觉得什么就是房价一暴跌啊，这个韭菜自己就出来拼命，典型的就是自私自利，就这么回事啊。好吧，这段先说到这儿。我要哥的我说呀，就是大家现在这房子，我在8月31号做了一个关于恒大的视频，我说在未来到明年就是这个经济危机，而且到未来就未来三五年房子会变得是一个很便宜很便宜，不是一个什么特别贵重的一个商品。我在8月31号做的视频，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听一遍我那个视频啊。我现在还是那个观点，在未来房子会是一个很便宜很便宜，不是一个贵重的商品啊。所以你们这帮韭菜呢，挨割就挨割了啊，也别自私自利，你闹什么闹呢？闹时候警察再给你找来，给你来一个寻衅滋事罪啊。好，这段就到这儿，这帮山东韭菜们，全国的韭菜们啊。